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平方。上一集我已经教了你们一些 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技巧，今次就让我们来开始学习怎样去抠图吧。首先，我们要明白抠图的原理是什么。抠图的意思就是把我自己的面孔覆盖了模特儿的面孔，骤眼看上去整个模特儿的身体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身体，包括发饰、衣服、身材以及整个人的身躯等，就是这么简单。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 Photoshop 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图层。上次我已经约略地介绍过什么是图层，现在我再解释一下图层的定义。你看到这张图片其实是由几张不同的图层组成，包括人像、太阳、花朵和天空等，它们都是处在不一样的图层。我可以任意的关闭或打开它们。例如，我要把人像的图层关闭，那我现在就看不到人像的图层了。当我再打开它，它就会再出现。现在我再把太阳的图层关掉，太阳就消失了。图层是有分先后层次的，在这张照片里，人像是在最上层，所以它遮盖了太阳，而太阳又是在天空的上层，所以太阳遮盖了天空。也就是说，不同层次的图层可以遮盖另一个图层。在这张图片里，整个模特儿是一个背景图层，而我把我的头像图层移花接木，遮盖了他的面孔，并且加以修饰，看上去就是整个身体都是我的样子。现在你们应该很清楚抠图的原理吧？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抠图时要注意些什么。抠图时有几点要特别注意，包括决定面孔的方向、头像的大小比例、头像的位置，以及头像的倾斜角度等。让我们先来看看怎样去决定面孔的方向。我这里有一张模特儿的图片，整张模特儿图片都是一个背景图层，右手边有三个头像，全都是我自己的面孔，而我要把我的头像覆盖上去背景图层，把模特儿的面孔遮盖，变成是我自己的面孔。你认为哪一个头像最适合用来覆盖上去呢？毫无疑问，第一个头像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最主要是看面孔的方向，来决定哪一个头像最适合。从图片中你可以看到，模特儿的面孔和身体都是倾向左边的，而第一个头像中我的面孔也是倾向左边的，而且彼此面部的倾斜方向非常接近。所以第一个头像最为适合用来覆盖模特儿的头像。我的第二个头像又怎么样呢？虽然他的头部倾斜角度比较大，但这是不要紧的。在 Photoshop 里是可以任意调整头部的倾斜角度的。最主要还是要看面孔的方向。这个头像的面孔方向也是倾向左边，与模特儿的面孔方向可能稍微有一点偏差，但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彼此的面部都是倾向左边。覆盖上去之后，面部与身躯都是倾向左边，所以整体看上去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再来看一下我的第三个头像。这个头像中我的面孔是倾向右边的，而模特儿的面孔和身体都是倾向左边。如果硬硬的把头像覆盖上去，变成面部向着右边，
身体却仍然向着左边，那就很牵强了，整体看上去也不自然。在这种这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有办法。Photoshop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把图片或头像翻转，好像镜子一样把它倒反过来，这样覆盖上去的面孔与身体都是倾向左边，看上去就会很自然。怎样能够使图片或头像翻转呢？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来，背景图层面部的方向跟需要移花接木的方向完全相反。如果硬硬的就这样把头像覆盖上去，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先把整张背景图片好像镜子般翻过来，或者把要覆盖的头像翻过来，令到彼此的面部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在 Photoshop 里点击文件，打开这张图片，点击图像，选取图像旋转，再点击水平翻转画布。现在你可以看到背景图片的面孔方向与覆盖的头像是处在同一个方向。接着我们再调整头像的大小和倾斜角度。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了。你们不用担心，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示范。我将会在下一个视频一步一步地教你怎样做。现在我们再看回这张图片。如果我要移花接木，把第三个头像移植上去，这是可行的。不过背景图片的面孔和身体都是倾向左边，而要覆盖头像的面孔是倾向右边，所以一定要把头像或者是背景图片翻转过来，使得面孔的方向与身体的方向保持一致。我再示范一次，把背景图片翻过来，在 Photoshop 里打开我所要修改的图片，点击图像，选取图像旋转。Photoshop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例如，可以把头像旋转到不同的方向。点击水平翻转画布，这样就可以很轻易地把图片翻转过来。再把要覆盖的头像拉进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翻转要覆盖的头像。再把它覆盖到原本的背景图片，两种方法都可以，随你自己喜欢。好了，有关面孔的方向就介绍到这里。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头像的大小比例，要覆盖的头像大小比例要适中，最好是召回原本模特儿的头像大小，刚刚好的覆盖上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如果头像太大，
会与整个身躯不成比例，如果头像太小，不单只与身躯不成比例，而且不可以完全掩盖模特儿的本来面孔，这样就会露出马脚。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头像的位置，不可以太高、太低、太前或太后。 像图中的头像位居就是太低了，看不到颈部。我们放头像的位置时需要一个基准点作为参考，就是以面部的下巴作为基准点，把我们自己头像的下巴对准模特儿的下巴，这样头像的位置就不会相差太远了。而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头像的倾斜角度。 一定要找回模特儿头像本来的倾斜角度，如果倾斜角度不对或有偏差，就不能完全掩盖模特儿原本的头像，而且整体看上去也不自然。所以头像的倾斜度一定要跟原来的保持一致。在 Photoshop 里，头像的倾斜角度、头像的大小比例。 以及头像的位置是可以任意调整的。总括来说，在抠图时有几点要注意：首先要选出一个适合面部方向的头像，必要时把头像或者是背景图片翻转过来，然后就是调整头像的大小比例，比例要适中，不能太大或太小。 接着就是要摆放头像的位置，基本上是放在原本背景图片的头像位置上面，并且以下巴作为基怀点，下巴对下巴，然后调整覆盖头像的倾斜角度，以配合背景图片的头像，最后就是加以修饰，整个过程就大功告成。当然。 在抠图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复杂的程序，我会在下次为你解释清楚。各位朋友，今次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下一个视频我将会示范整个抠图的过程，到时候不要错过哦。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顺便留言。 帮我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叮当，以及把视频分享出去。谢谢大家，再见。